由国家文化部港澳台办公室及文化局主办，陕西演艺集团、陕西省歌舞剧院有限公司精心打造大型原创舞剧《濠江月明夜之丝绸之路》，即将在9月16日和17日晚上8点于文化中心综合剧院上演。舞剧与观众超越时空，认识原装与菩提树、王超君、张轩等人的故事，展开奇幻的丝路之旅。记得不要错过以下票务优惠。